戴没有戴啊，防震的哟，不是可以的。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看看我们桌上摆的这些东西。我们今天要做手机壳，就是我们要做手工。就是之前在抖音啊，我就每次看到这些，就有很多这种之前自己是做手机壳的，这种奶油手机壳，我就觉得哇哦，这感觉很好玩。对，今天我们就来看，我们到底会不会手残呢？应该不会吧？我就是怕自己手残，所以我买了三个杯。三个手机壳，这有几个 sample？ 叮叮，给我们放上去。这个，江江，看到了，我们大概就是会有做差不多三款。我的是这款，我的是这款，看起来很美的。想你，这好像也看不懂怎么做哎。他已经开了，开封，哈哈，这是他的防震奶油，叮，一个粉红色，一个是红色，有点黄，有点浅青的感觉。就这个样子吧，换了，他没有给我之前那一些，希望会成功。上奶油，上奶油，上奶油。主要是奶油打得好哦，哎，不要，刚刚出头哦。啊！你只要奶油打得好就好看。这个，我觉得如果是蛋糕师的话，一定很成功。我的手在抖，太难了。
防蒸奶油是可以的。我不敢下手哦，大家。真的挤不出来，它真的不出来。我还在挤大便，还在努力的大。我们下期见。我这一期就教大家如何挤奶油。下期见，拜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耶，挤好第二包了。失望啊，老兄！啊，这是什么？怎么挤？一推大便，它太水了，是吗？白青黄，白青黄，白青黄，白。天哪，我就不适合做这个东西，不想回答，我可以的，就是那个青色有点翻车。
形式太繁琐。小姐姐终于做，啊、还是一点点就要挤完了，来，快，我们完成这个仪式。哇，完成！耶、耶！两个小时过后，我们终于做完了。叮叮，看一下，我的是青青的，我的粉黄粉黄的。做了超久了，然后呢，可是它奶油真的还有剩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过年可以，就可以买那种玩偶多一点，就可以做东西，可以送给朋友。不过这个小瓶的话，其实就还剩没有多少而已，已经用了差不多。这种大的就可以用很多，小瓶的话就差不多一个就做多一个吧。它就只剩那点点的哦，只剩下下面一点点啦、啊，不懂还来得及做多一个手机壳吗？耶、yeah, ！我新年就有两个手机可以用，本来一个是只有，没错，那真的就很少女心。对，我们真的很少女心。OK， 好吧，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我们呢可以把那个链接放在下面，如果你们喜欢要去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 try。耶 ！OK，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记得。Like, share and comment， 还有，记得订阅我们，打开小铃铛，耶！那我们下期见，拜。